莎拉小姐，要一份猎鹿人特制冷肉拼盘，打包带走。好的，冷肉拼盘一份。别的还有什么需要吗？他在问我别的需要哎。哇，你还记得，你是全世界最好的人。我要把甜甜花酿鸡里的甜甜花当做风之花献给你。放心好了，对待吃的问题我从不含糊。请两位稍等。哇，太满足了。如果这是风花节才有的好事，我希望天天都是风花节。